今天列席的蔡主委还有杜市长哈，还有列席政务官员哈，我是蔡主委跟杜市长两位好不好？谢谢。吴院长，是长。那个蔡主委，昨天哈，我在经济委员会咨询张部长的时候，我想市长应该也在吧哈。其实刚刚蔡先生委员有个逻辑，我是同意的啦。他认为在公投之前，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先负责的说，我认为核四安全。所以拿出来给大家公投，因为哪怕是安全，人民也可以选择不要啊。所以他那个逻辑是对的，但是你从你的主管角度，我们也不能说你不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哈，媒体的解读哈，会容易扭曲你。是，所以我善意的提醒你哈。那因为昨天我问部长，部长说要6个月，从4月开始算，他认为10月底之前，行政部门市长没有错吧？我想我昨天问他哦，所以市长在对6个月。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了解那个对那个部长讲的意思是他那个独立的专家，没有这个团队，我觉得哈，确定啊，资源能会。其实你刚刚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跟蔡委员做沟通啦。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候我不能帮经济部讲，不是你不是帮经济部讲，因为整个是政府的体系的部分，是的，你也是组合政府的部分，这个就好像我们好像是在堆积木一样，做一个组合，你缺任何一块，整个积木都会倒掉。是，所以你今天没有你这一块。核四会倒掉，那没有经济部那一块一样，你再怎么努力没有用，核四也没有用。所以因此，我觉得，我认为蔡三委那个逻辑是对的。所以我建议你以后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是，做一个整合的观点。谢谢。那如果公投是在8月，我认为6个月太慢。嗯。如果公投是在年底，勉强可以。可是跟委员报告，刚委员讲的这个，昨天部长讲那些东西，说实话我都还不清楚。就所以我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才说行政部门本身的跨部会之间的协商有问题嘛。这问题突然说还是我虽然做国民党的委员，可还是我还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你们应该要事前要知道嘛。我的了解是那个独立的这个专家的团队详细的计划，过去这个礼拜至少是还在讨论之中。没有，那是不是在昨天定案的？我不清楚。没有错。那而且江宜桦院长原来的回答，他是比较快的，后来他也慢慢逐步的一个做一个调整。嗯。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既然是行政院的内阁，应该做个总体的一个搭配，大家在互相之间，我觉得会比较好。是，我会加强。因为这个礼拜大部分时间都在立法院了，说实话，这个比较难。我可以体谅，有时间可以去做。我可以体谅，但是我认为这个如果媒体报道，他们还是会认为这是你的缺点，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个公论。是的，谢谢。第二个，我觉得在永和跟反和之间，应该要通过一个叫做安和的概念，安定的或安全的或安稳的。我想这个应该都是共同的体认吧。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国民党跟民进党最后都是非核家园，目标一样，现在是方法不同，没有错吧？现在是方法不同，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在方法不同的情况之下，那民进党认为要一次拔掉，核四也不要，核一、核二、核三全部都不要了。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执政的国民党是认为说，那这样不可以，国家受不了，人民受不了，国家没有那样一个条件。所以这样论述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应该要逐步的去谈它。不过谈这个之前，我想谈一个东西。我也同意，如果现在来核四的，明天就公投，我认为一定会停建。我也同意，因为本席的选区也有核一厂。但所以我在谈一个东西，就是说，请蔡主委在这段时间跟经济部之间要去做整合式的，也就是说，我要请问张部长所成立的调查小组，或者毛副院长所要组合的。整体跨部会的人员有没有原能会的人？有没有？有吗？是。那如果有的话，就要进入到一并整合的系统。有，这都现在都在做。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是。诸位，您是专家，我不是专家，我外行，我来问你内行。你知道核反应炉出来的所有的管线，都是当时奇异公司设计的，而且是跟美国买的。只要在 NCCC 里面，在核岛区里面。核岛区对。是。那些管线的组合。是后来统包结束之后再分别去进行的，我讲的没有错吧？管线的组合，对，哇，这个有点复杂。好，对，有点复杂。好，那我们就做一个讨论，好了，观念的讨论。然后这管线之间的串联，它必须靠一个钨棒，然后再用氩气去把它做一个组合。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我讲一部分是。那你
原子能委员会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检举，就是用氩气去做钨棒去做整合它，才能够产生百分之百的衔接效果。但是就是不会避免这个焊接的过程对有一些缺对对对对限啦，是可以这么讲。 对因为我确认这个是个事实我才敢跟你讲，没有错。但是你们有没有接到检举，有包商为了降低成本他不用氩气他用氮气？我知道有这么一个 case， 但是详细的细节不是那么清楚。对，也许我们合管处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了解是我们确实有处理过这样一个 case。 对好对，那处理过这样的 case 我就要请问了，假如的核反应炉什么安全都没有问题，可是你整个传输的系统你用氮气来组合所产生的安全效果没有办法像氩气这样的话，就好像心脏没有问题血管也掉去，那我认为也是有问题啊。假如对不对，我虽然是主张安全有安全，我虽然是安全合适的概念，对，但是我要提出质疑，对啊，对啊，没有错嘛。是好，那你既然有听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有处理过，细节我不是那么清楚。好，那处理过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管线现在全部都包覆起来了，现在管线全部都包覆起来了。我的了解就是说，我为什么刚刚讲说不像委员所讲的那么的单纯？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好几个不同的这个部位啦、啊、对，那有些部位是说有检举，但是事实上那个检举本身是不对的，因为那个部位的焊接是可以允许用那样子的方式来做，所以那个可以那个部分已经澄清。可是有一部分我同意，有一部分确实你想对确实有问题的，那已经是重新焊，所以这个蛮复杂的。所以像我你应该要重新检视，是就是应该用氩气的就不能用氮气，没错，这个有没有用氩气的居然被用了氮气，或者疑似用了氮气要去检查。是这个有啊，我刚跟委员对啊讲这个 case 我们绝对有处理过，只是说它的内容不像委员讲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我同意。好，那再第二个我的疑问就来了，我的疑问就来了，人比较你全部包覆在里面了，那现在怎么检查，用什么检查？假如有那样子我们会要求他重焊呢、啊、没有什么叫做包覆在里面呢、啊、不是，你当时施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发现呢、啊、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合适的安全的检查啦、就我所知对 类似像这个就是所谓的 safe end 跟那个 nozzle 的这个部分哦，那个位置哦不多，所以那个部分好可以全部确认。我这个部分是提供给主委做一个参考。我了解、哦、我虽然是一个主张安全合适，但是另外还有一些焊接的部分，那个就比较多。我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我会追根究底。是的，我们会提供详细的书面资料给委员。对，是我想请问杜市长，如果核四最后的结果不运转，那请问像我选区的核一厂，我的选民非常关注核一核二核三是不是确定就必须要延役？我们目前是能源的整个规划，过去的规划是一个配套，也就是说核一核二核三不延役，核四呢在安全无虞的状况下商转，它是一个配套。对，那这配套如果改变的话，它整个能源的配比就必须要去重算，到时候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支持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有困难就必须要考虑做调整。但是调整这个核一核二核三未不一定是绝对必须调整的对象，必须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那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个部分的评估。市长我认为哈，经济部除了在做整合这是核四安全运转的检查项目以外，这个部分也应该去做精确的精算，应该尽快。你刚刚的回答我可以接受，但是就目前整个时间点，如果在一个月之后，在两个月，在三个月之后，你同样的回答我就不能接受了哦，因为 我能不能跟委员做个补充啊？蔡主任，我想我也参与这个中间的过程。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有谈到一个检讨的机制，是每四年会检讨一次所谓的非核家园的时程。那委员所讲的这些，我不晓得是不是细节，是不是在那个机制里面也会未来也会检讨了？因为从前年这个总统发布，那也已经过了一年多嘛，那每四年检讨一次。不过假如现在有公投的这个议题啊，当然以我个人在政府的这个其中一员，我会认为应该是要因为有公投这个议题，所以那个检讨的机制可能不见得限于要四年。对，
网络上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好玩的东西，叫用闪电拼经济，各位有没有看过？因为这里面整理个资料，我不晓得这个谁整理，到现在我在查，我搞不清楚哈。他说因为反火力没有错啊，彰滨工业区反火力电厂啊，然后反风力，这个在我选区，我三支的选民反对造成污染啊、造成噪音的风力发电机23座，反水力哦，就是台电在东部提出要盖新的水力发电厂，引发东部地区强力的反弹，啊、哦，反核电不要讲了，就是反太阳能。屏东高速乡的民众反对太阳能发电，所以因此呢，这网络上又整理出来说，反火力、反核电、反水力、反风力、反太阳能，那到最后我们台湾要靠什么？靠闪电，靠闪电来拼经济。那我想问一下杜市长，目前我们在整理，目前反核我们先暂时存了不论。我今天的概念就是，我们如果要推动非核家园，应该发展新的能源政策嘛。那像这些东西，经济部、民众都反对，你们怎么办？从整个台湾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台湾的能源应该是多元化的，对，有可能发展的，能够比较均匀的配比，这样子的话会使得整个能源安全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不会因为单一能源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能源供应。所以市长，我为什么提这个东西？我提这个东西不是要帮你们的安全核四做一个说，因此他有必要盖核四。我的概念就是说，现在人民在反核之外，你要考虑到为什么人民连风力都反对？你们有没有去沟通？为什么人民连太阳能高速乡的民众都担心都反对？为什么连水利最没有破坏性的，为什么连东部的民众都反对？所以如果连这个都反对，那难怪你的核电人家一定反对嘛，因为核电相对的会有危险性嘛。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着政府在整个论述沟通的时候，你经济部你必须要重新做一套整合，做一套有效的沟通的策略。好，我想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因为时间到了，我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所以我最后我期待就是说，我们从永和或者安全的核四或者反核，最后的目的其实都是反核，都是非核家园，现在是方法论的不同。那因为这个过程太复杂，所以我希望能够每个阶段当中都能够让民众能够安心。要让民众能够安心，就是在立法院让朝野党派的委员所提出的问题都能获得解答，所有的疑问都能获得解答。就算像刚刚我提的，就算我外行，可是我提的是一个事实啊。就算我外行，他如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如果要用氮气来替代氩气去整合的话，那会出现问题，那吓死人的。所以我希望以后这每个问题，我建立蔡主委，我建立杜市长，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收集起来，好不好？好，谢谢。